见杨丹师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康某就放心了。看样子杨丹师这次准备的不错，杨某只求能全身而退便知足了。杨丹师谦虚了，五色宝塔内机缘无数，杨丹师定能满载而归的。咦，这位姑娘是？哦，小七是我朋友。杨开将莫小七跟康思然介绍一番。莫小七虽然单纯，但也不是什么自来熟，所以只是微微颔首，便安静的站在杨开旁边。杨丹师，老朽之前找商会总部来的那位大人打探了一下消息，这次进入五色宝塔，我们恐怕会分开，无法联手。 康思然有些失落地道：“杨开心头一动，问道：难道进入其中之后出现的位置并不固定？他也不止一次进入各种秘境和独立的空间历练了，所以对这方面还是经验十足的。康思然这么一说，他就想到了一种可能性。正是如此，康思然凝重颔首。五色宝塔内部的空间是一片上古战场，天地法则残破的厉害，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即便是联手进入其中的武者，也会出现在不同的位置。之前老朽还想着与杨丹师一道，现在看来。” 怕是成奢望了。杨开微微一笑，道：“我们无法联手，别人只怕也无法联手的。这样也好，大家各凭本事。”杨丹师说的不错，老朽也想到了这一点，所以特意来通知你一声。进了里面，一定要小心行事。五色宝塔内，天地自生的陷阱和禁制也不在少数。如我们这样的虚王境落入其中的话，极有可能会毙命的。新神宫每一年都有无数弟子陨落其中，万不可大意。多谢康掌柜提醒，我一定小心。杨开轻轻颔首，两人站在原地，又随意的聊了一些。对了，康掌柜。 上面坐的那些都是什么人？杨开用眼神示意了一下城主府前的高台，开口问道。康思然讪笑一声，道：“其实老朽也只认得三个，从左边数起，第二个是我紫元商会的副会长楼赤大人，第三位是七曜商会的副会长曾元大人，居中的那位是新神宫的迎新使萧雨阳大人。至于剩下的几位，老朽也只知道他们的来历，并不清楚名讳。”杨开点点头，正要说些什么的时候，旁边却传来莫小七的声音：“左边第一个是天武圣地的陈文浩，右边第一个是无华殿的风鸣。” 右边第二个是青阳神殿的高雪婷，杨开与康思然一起愕然的望着莫小七，你全都认识？杨开问道。莫小七嘻嘻一笑，帝尊境强者的名字和画像我见过不少，所以知道一点。他们这些人除了迎星使萧雨阳是帝尊两层境之外，剩下的全都是帝尊一层境。姑娘见识渊博，老朽佩服。康思然一脸敬佩的抱拳道。莫小七连忙摆手，这不算什么了。杨开神色微动，因为康思然在介绍那些帝尊境的时候。 即便别人听不到，也在后面加上大人的称呼，以示恭敬。可莫小七却直呼那些帝尊境的名字，可见这丫头并不是太在意这些强者。不过此刻小小的风铃城内竟然汇聚了足足六位帝尊境强者，似乎整个南域的顶尖势力都有人到场，这可是万古盛世，难怪连城主段元山也要陪着笑脸站在一旁了。时辰未到，众多武者纵然等得焦急，也不敢表露分毫。而且城主府前的广场上也没多少人敢大声说话，毕竟六位帝尊境强者端坐在上，谁敢在此地放肆？ 可偏偏就有不知死活的家伙在这里叫卖着东西，顶级疗伤圣药九转还魂丹，欲购从速了。肉白骨活死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在，灵丹入口，生龙活虎。总共只有三粒家传至宝，不得已拿出来售卖，手快有手慢无了。一声吆喝忽然在人群之中响起，所有武者都为之一怔，旋即呼啦啦的朝那声音来源之地涌去。若说最近两日什么灵丹在风铃城内最是畅销，那答案显然就是各种疗伤的灵丹。毕竟许多武者都是要进入五色宝塔的。 谁敢担保自己在里面不会受点伤？所以武者们早就将各大店铺里的疗伤单一举而空了，导致风林城内现在所有的疗伤单价格普遍提升了三倍之多，却依然供不应求。价格再贵，能比得上自己的性命吗？或许一枚疗伤单就能在关键时刻救下自己一条命，武者们自然不会对自己吝啬。早在昨晚，风林城的疗伤单就已告罄，别说上档次的疗伤单了，就是最普通的丹药也统统卖光。而此刻，在这广场之上，竟有人高呼着售卖九转还魂丹。 足有肉白骨活死人之功效，哪还不引得众人关注？这声音，杨开和莫小七对视一眼，都不禁狐疑起来，怎么听起来有点耳熟啊？快来买，快来买了！九转还魂丹可是用传说中的不死原液为原料炼制而成。不死原液你们知道吧？那可是神物不老树上凝练出来的精华，千年一滴，比万年石乳还要珍贵万倍。辅以诸多珍稀药材，由地级炼丹大师亲自出手炼制而成。走过路过，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叫卖声依然在持续。杨开默然想起，这声音的主人到底是谁了？ 而莫小七显然也反应过来，银牙一咬，愤愤道：“是那个老骗子！”说话间，已经冲了出去。依仗自己人形刺猬的优势，莫小七硬生生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杀出一条血路来，直接冲到那卖主的面前，娇喝一声：“你这老骗子，竟又来骗人了！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你一番！”卖主抬头一瞧，也认出了莫小七，心里顿时一个咯噔。不等莫小七发难，忽然朝莫小七身后一指，瞪大了眼珠子，宛若见到神女下凡一样，双眼冒出毫光，炯炯有神，惊呼道： 哇！五色宝塔，所有人都闻言一喜，回头望去，哪里有什么五色宝塔？那边一片空荡荡的，又上当了。莫小七很快反应过来，连忙回头，原地乃还有那老骗子的身影，他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气死我了！莫小七愤愤地跺了跺脚。远在百丈开外，人群某处，一个相貌猥琐、獐头鼠目、穿着邋遢、留着山羊胡子的老者，轻轻地呼了一口气，自语道：“真是险啊，差点被抓住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小丫头也太过分了。” 区区几千元金，竟也要追杀我老人家，苦啊！真是苦死我了。自我可怜了一阵，他忽然又扯了扯身边的一个男子的衣服，低声道：“小哥，看你也是要进五色宝塔的，需不需要一枚疗伤圣药以保万全啊？”“哦，老丈有疗伤圣药售卖。那男子顿时来了兴致。嘿嘿嘿嘿，老者咧嘴，露出一口大黄牙，神神秘秘地从衣服里取出一个玉瓶，一脸神秘地道：“九转还魂丹，灵丹入口，生龙活虎。祖上所传，小哥请看。”见莫小七一脸愤愤的走回来。 杨开就知道他肯定是无功而返了。不过杨开倒是感到很奇怪，因为当时在黑市之中，他与那老者也有过一番接触，并没有发现对方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就是人猥琐了点，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货。可刚才在莫小七杀出去之后，他的神念也一直锁定在老者身上，但只在一瞬间，老者竟然就摆脱了他的追踪，消失在了原地。老家伙竟然也不是个省油的灯，这让杨开惊诧非常。毕竟如今他的神识之力远超当前的修为，差不多已经到了道元境的层次，对方依然能够神奇的摆脱。 可见那老者也不是一般人。不过话说回来，一般人也不会到处招摇撞骗，还使用一些很容易被人拆穿的把戏。五色宝塔，时间一晃便已到正午。高台上一直弯腰陪笑的段元山，快步行到萧雨阳面前，低声请示了几句，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这才一转身，提气纵声，朗喝道：“诸位风铃城的朋友，请安静！”诸人一听，立刻明白肉戏来了，当即全都晋声，保持沉默，朝高台上瞩目过去。段元山微微一笑，一抱拳道：“承蒙来自新神宫的迎新使萧,萧大人恩赐。” 在我风林城开启五色宝塔，又得天武圣地、无华殿、青阳神殿、紫元商会和七耀商会相助，往内投入大量天材地宝、功法秘典、武技秘宝。诸位大人今日之恩，我风林城上下感激不尽，铭记在心。段某舔为城主，代风林城各路朋友谢过诸位大人。愿诸位大人来日武道更上一层楼。祝诸位大人！段元山一开口就滔滔不绝，歌颂吹捧，显然是早有准备。不过不等他将话说完，萧雨阳就不耐的皱了皱眉头，道：“少废话，说重点。” 虽然当着全城无数武者的面被如此训斥，可段元山却不敢表露出丝毫不满，反而连忙点头称是。沉吟一番，继续道：“时辰已到，请诸位大人开启五色宝塔。一入塔内，生死富贵各安天命。”话落，那六位帝尊竟纷纷起身。高台下，无数人的目光也转向六人。居中的萧雨阳一声长啸，双手忽然掐起玄妙的法诀来，引得周围天地能量阵阵嗡鸣，雄浑的威压从其身上沛然而出，让诸多虚王境武者又是向往又是惊惧。 不但虚王境武者如此，甚至连其他的五位帝尊境，此刻也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萧雨阳，似乎是想从他的动作中窥探出什么端倪来。萧雨阳的动作奇快无比，双手翻飞，只剩下重重残影，让他看起来就宛若长了无数只手臂一样。伴随着一声轻喝之声，萧雨阳忽然把手朝前一指，在那前方某处骤然浮现出一个玄妙的符文图案来。紧接着，萧雨阳不断地以指为笔，以天地法则为墨，以那虚空为布，一个个符文慢慢呈现出来。 这些符文优异出现，就开始按照一定的规律流动，宛若活物一般。嗤嗤嗤嗤之声不觉的响起，有莫名的力量溅射虚空，蹦向四极。不多时，一个圆形约莫有十丈方圆左右的巨大符文图案呈现在众人的眼帘之中。萧雨阳又是一声暴喝：“有劳诸位！”他话音落下，其他五位帝尊竟一晃而动，身形闪烁之下，分别站在了另外五个不同的方位。五人各施手段，纷纷朝那符文图案之中灌入自己精纯而庞大的元力。整个图案开始滴溜溜的旋转起来。 而随着六位帝尊境强者力量的灌入，那图案转动的速度越来越快，让人看上一眼便觉得有些头晕眼花，浑身不适。六位帝尊境的脸上却是一片肃穆，而这样灌入自身的元力，似乎对他们也消耗极大。不大一会功夫，除了萧雨阳之外，其他五人竟都有些脸色发白的样子。好在这个过程并没有持续多久，当那巨大的符文图案骤然化作一个光门稳定下来的时候，萧雨阳又高喝道：“请大帝出手！”话落，从那光门内，一只手掌一闪而逝，冥冥之中仿佛有什么屏障被震碎。 稳定的光门内部骤然浮现出一座宝塔的影子，那宝塔散发着五色霞光，高不知几许，竟无一人看清它的真面目。五色宝塔，高台下见到此幕的舞者们惊呼起来，纷纷瞪大了眼珠子，贪婪地望着那散发五彩霞光的高塔。那明显就是星神宫的镇宫之宝，也是名传整个星界的地宝——五色宝塔。无数人都只听说过此塔的传闻，却从未亲眼所见。如今不但见到了，等一会还要进入其中。想起这个，众舞者的呼吸都不禁急促起来。 诸位辛苦了，萧雨阳轻呼了一口气，冲其他五人微微颔首。那五人似乎消耗极为严重，闻言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一晃之下再次回到了原来的地方，闭眸调息起来。而此刻，萧雨阳的手上却出现了一个空间戒，他微微一笑，将那空间戒朝光门内一抛，反手一震，空间戒瞬间破碎，而从戒指内部却忽然出现几百上千道色彩不一的光芒，纷纷如离弦之箭般朝五色宝塔处激射而去。这是是那些大势里拿出来的宝物，我看到一件秘宝。 哇，那个该不会就是道元果吧？若能得到此果，我也可以晋升道元境了。道元果只有三枚，聚集在此地，朋友却有数万，就凭你也能得到道元果？我若得不到，你也别想。在得知那些光芒竟然是几大顶尖势力拿出来安置在五色宝塔内的宝物之后，所有人都亢奋起来，尤其是道元果的存在，最能刺激这些虚王境武者的神经和热血。虽然激动，却无一人敢擅自行动，毕竟萧雨阳还在那边盯着呢。萧雨阳微微一笑，诸位可以进了。他的话音落下。 等候多时的舞者们哪还按捺得住，纷纷施展身法和秘术，朝那光门冲去，唯恐慢了别人一步。一时间，城主府前的广场处喧闹非常，混乱无比。还没开始进入，便有舞者为了抢夺先后顺序而大打出手起来。萧雨阳对此倒是不管不问，一双眼睛却是盯在人群中某个女子身上。见那女子朝自己望来，他轻轻颔首，暗地里屈指一弹，一股柔和的力量打在那女子身上。杨开三人也夹杂在人群中，被混乱的人流挤来挤去，苦不堪言。 不过那些不小心触碰到莫小七的舞者们可就到了大霉，就如被利针扎了一样，疼痛不已，纷纷避让。杨开一看，当即给莫小七打了个眼色，莫小七心领神会，义无反顾的前头开路去了。一番波折，总算是闯到了光门附近，冲进其中。那熟悉的远距离传送的感觉再度袭来，杨开稳住神识，不为所动。不大片刻后，眼前一花，便来到了一个极为特殊的环境之中。他第一时间察觉到此地的天地灵气并不浓郁，反而比较稀薄。 可是，在这天地之间，却有一种让武者们趋之若鹜的力量存在——法则之力。虽然这里的法则之力给人的感觉很奇怪，并不像外界那么完整，而是一种支离破碎的状态。但正因为是这种状态，却能让人更好的去参悟、去理解。难怪五色宝塔能成为新神宫弟子必入的历练之地。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新神宫的武者们能比旁人更容易的触碰到法则的门槛。虽然残破的法则之力也有缺点，让人无法洞悉真正的奥秘，可引人入门却是最合适不过了。武者需王境之后，便是到元境。 而想要晋升到元境，就必须得感悟天地法则。新神宫有五色宝塔这样一个宝物，宫内弟子在晋升道元境这个关卡上，最起码要比其他人容易三成左右。这是个极为恐怖的几率了。杨开一个念头才刚转完，便听到一声极其凄厉的惨叫声从不远处传来。他心头一惊，连忙扭头望去，赫然发现就在自己不远处，有一个先抵达此地的舞者被一只鳄鱼般的妖兽咬破了喉咙，鲜血如喷泉般朝外击射。那舞者双手捂住喉咙，却怎么也无法阻止血液的流逝。另外。 还有更多的鳄鱼妖兽正咬住了他的大腿、胳膊，疯狂地将他将草丛下方拖拽。咕噜噜，只是眨眼的功夫，这舞者就不见了踪影，原地只剩下浑浊的泥浆和污水般的浪花。这里赫然是一处沼泽之地，而那个遭遇不幸的舞者显然是比自己先抵达此地的。只不过他被传送之后有短暂的眩晕感，没能反应过来，便遭遇了毒手。刚才那情况，即便是杨开想出手，也有些来不及了。隐蔽在沼泽下方的这些凶兽动作太快，哗啦一声轻响。 杨开的眼角余光立刻瞄到一只如刚才击杀那个武者一模一样的鳄鱼凶兽从沼泽下方窜了出来，一双兽目满是猩红之色，模样狰狞可怖，张开血盆大口朝自己的咽喉处咬来。有之前那武者的前车之鉴，杨开哪敢怠慢？身形一闪的同时，奋勇挥出一拳，拳头上五彩霞光绽放，直接砸在那鳄鱼的脑袋上，咣当一声，宛若砸在金铁铸就之物上，火光四溅。那鳄鱼被砸的一个后仰，倒翻着掉进了面前的泥潭里。不过他竟没有立刻死去，而是尾巴一甩。 就钻进了泥潭下方。杨开直到这时才有功夫放出神念，下一刻他脸色不禁沉了起来。在他的感知下，自己所处之地四面八方竟有无数道散发着凶狠气息的生命波动潜伏在草丛和泥浆之下，悄无声息地朝他靠近。这些东西显然是跟刚才那鳄鱼凶兽一样的存在，个体实力其实并不算强大，约莫有九阶妖兽顶峰的程度，也就相当于反虚三层境。这样的妖兽还真没放在杨开眼中，但他们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杨开实在不想跟他们纠缠什么祭坛。若有如刚才那个舞者一样的人被传送到此地来，极有可能就会遭遇不幸。毕竟，并非每个虚王境都能如杨开这样无视那传送的不是。他们多多少少都会头昏脑胀一阵。一念至此，杨开当即轻身一纵，想要速速离开。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他才纵起不到三丈高的程度，那虚空之中竟忽然传来一股庞大的压力，宛若一座大山从空压下一样，直接将他又压回了原地。他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净空大阵，杨开脸色一黑，立刻反应过来。之前康思然在跟他介绍五色宝塔内部的情况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在五色宝塔内有许许多多天然或者非天然的静置和陷阱，这些静置陷阱的作用千奇百怪，而净空便是其中最寻常的一种。在这些净空的位置，武者们根本无法飞起太高，一旦超出一定的高度，这些静置便会发生作用，将武者压制回去。杨开刚才所遭遇的便是净空大阵的反弹，只是一时半会，他也不知道这里的净空大阵到底是人为布置出来的。 还是自然生成的，他也没时间去细想，因为在他掉落下来的一瞬间，便有无数潜伏的鳄鱼凶兽从四面八方飞跃而起，朝他扑咬过来。那一张张血盆大口看起来让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杨开力量一转，双拳齐出，霎时间砰砰砰之声不绝于耳。只是一眨眼的功夫，他便击飞了几十条袭来的鳄鱼。可这些东西的生命力竟然极其顽强，即便被杨开正面击中，也没有一击毙命，反而全都打个转，钻进了泥浆之中，消失不见。 而更多的鳄鱼前仆后继地扑来，很快，杨开身上便挂满了鳄鱼，手上、胳膊上、大腿上全都是被咬得生疼。鳄鱼这东西天生咬合力惊人，即便是普通的野兽也不能等闲视之，更何况这些全都是实力达到了九阶巅峰的妖兽。一般的虚王境，即便运功抵挡，也抵挡不住一只鳄鱼妖兽的咬合。所幸杨开肉身强悍，不灭五行剑体运转起来，凌厉的五行剑气倒让那些鳄鱼受伤不小，许多鳄鱼口中鲜血乱溅，不得已松开了杨开。 但杨开还是被那些鳄鱼拖着沉入泥浆之中，水下一片冰凉黑暗，最主要的是这并非清水，而是浑浊不堪的泥浆。杨开即便睁眼也看不到多少东西，他胡乱出拳一阵，发现不但没能缓解自己的情况，反而越陷越深。围攻过来的鳄鱼也越来越多了，不由得一阵头大。秘术月刃，十指连弹下，一道道漆黑如墨的月刃袭飞出去，伴随着一阵嗤嗤嗤嗤的声响，杨开压力大减。泥沼之中泛起嫣红的鲜血和死去的鳄鱼尸体，全都残缺不全。 魔眼开，杨开再次睁眼时，左眼处一片金黄之色，视野总算恢复不少。神念感知之下，自己的一番屠戮非但没有击退这些鳄鱼，反而因为散发的血腥气和闹出来的动静，吸引来更多的鳄鱼妖兽，不知死活。杨开大怒，想他如今的实力，就算面对一般的道元境，也不至于如此手忙脚乱，却因为一时不察，被一群妖兽弄到如此境地，这让他有些恼羞成怒了。一挥手，杨开直接放出了还在小玄界里修复肉身的妖虫母体，以神念下达了命令。 妖虫母体如今算是杨开的血兽，更有自己的懵懂灵智，对他的命令自然是严格遵从。紫青双剑一荡，伴随双色光芒的闪烁，掀起滔滔剑浪，咔嚓嚓，冰寒的意境弥漫，不但让杨开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冷战，那些围攻过来的鳄鱼妖兽更是行动变得缓慢起来。光华闪过，剑光激荡，一只只鳄鱼妖兽被斩为两截，瞬间死亡，甚至连稍远处的鳄鱼也没能幸免。有紫青双剑在手，妖虫母体仿佛实力大增，即便不动用雪若青天秘术。 单凭最简单的剑招也大放异彩。杨开冷哼一声，正准备趁机脱困的时候，眼角的余光却忽然瞄到一处异样的地方。在那泥沼的深处，有一片位置散发着青蒙蒙的光芒。神念探知过去，竟察觉到一丝不弱的能量波动。杨开不禁眼前一亮，催动力量护住身体，往下潜入。妖虫母体如忠心耿耿的护卫，紧随在杨开身侧。但凡有来打扰者，剑光一出，便将敌人分为两截。不多时，杨开就深入到了下方，来到了散发青蒙蒙光芒所在之地。 借助灭世魔眼的威能，他总算看清了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竟是一片巴掌大小、如灵芝模样的东西。这是啥？杨开一脸茫然。虽说他对故乡星域中的药材了解颇深，但来到星界之后，却依然觉得自己学识不够，尤其是在灵草妙药上的认知，很多东西他根本连听都没听过。眼前这个如灵芝一样的东西，他就没见过，也没听闻过。正在观察的时候，那青蒙蒙的光芒一转，竟变成了绿色。又过一会。 变成了红色，在自己有限的认知之中思索了片刻，杨开确定自己确实不认得此物。不过从它散发出来的能量气息来看，绝对是一种道元级的药材，没错。先采了再说，反正小玄界里那一片药园还在，移植过去，总有一天能够弄明白它的种类和作用。想到这里，杨开当即动手起来。片刻后，他就将这灵芝一样的药材移植进了小玄界的药园里。做完这些，他并没有急着出去，而是继续四下寻找起来。还真让他又找到了几株一模一样的药材。 足足半日之后，杨开才冲出泥沼，妖虫母体紧随其后，沿路所过，数之不尽的鳄鱼妖兽浮尸水面，几十上百里的连绵沼泽已被鲜血染红。似乎是妖虫母体的凶残和难缠震慑住了那些鳄鱼妖兽，又或许是被杀的差不多了，杨开总算没再遭遇多少袭击，顺利的出了水面。这一次他没再冒失，而是飞起距离水面一丈高的程度，朝外行去。净空大阵有很多种，有完全禁止飞行的，也有限制飞行高度的。从第一次的遭遇来看。 此地的净空大阵无疑是后一种，所以只要不超过一定的高度，就不会触发大阵。沼泽的占地面积似乎很广，杨开足足飞了半日时间，才总算飞了出来。妖虫母体也早就被他收了回去，妖虫母体还在修复肉身之中，过早的投入战斗对他并没有好处。而且杨开也不希望别人看到自己有这样一个助力。如今的妖虫母体算得上是他最大的杀手锏了，自然是越隐蔽越好。五色宝塔内部的空间也不知道有多广袤，风林城几万武者进入此地。 杨开一路行来，竟是没遇到一个人。他举目四望，却没有找到自己的目标，不免有些失望。这里应该是五色宝塔的第一层，康思然跟他说过，进了宝塔里，尽量上第二层。虽然第一、第二层都是适合虚王境武者历练的地方，但对他们这种虚王三层境的武者来说，自然是去第二层更好一些。而进入的方法，便是寻找一道接天连地的五色光柱。杨开一直在寻找那所谓的五色光柱，却并没有发现，这让他不免有些失望，也不知道该去什么方向寻找那五色光柱。正当他举目四望的时候， 大地忽然一阵嗡鸣，旋即剧烈颤抖起来。大地深处仿佛有雷鸣之声、滚滚之声而过，震耳欲聋。杨开脸色一变，连忙运转圣元，警惕的望向四周，唯恐有变。四周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但在那极远的位置处，却有一道真龙虚影骤然浮现。那真龙长不知几许，通体火红之色，龙尾摇曳，笔直的冲上云端，旋即又以极快的速度落下，也不知道落在哪个位置上，继而消失不见。杨开看得眼前一亮，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这五色宝塔第一层内。 竟然会出现真龙虚影，那绝对不是什么秘术或者功法造成的，而是真正的真龙虚影，甚至与真龙秘宝也有关系。因为当那真龙虚影出现的时候，杨开分明感觉到胸口处一热，他的胸口处融合炼化了一件真正的龙鳞，而那片龙鳞此刻正与远处的某个东西遥相呼应。杨开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场极大的机缘，怪不得传闻说五色宝塔内机缘遍地，进入其中者运气好的就可以得到很多好处，运气不好的话，即便实力再高，进入次数再多也是无用。 一念至此，他不再犹豫，立刻以极快的速度朝那异象传来之地奔袭而去。真龙虚影出现的位置距离他所在之地很远，即便杨开实力全开，也足足花了三个时辰才抵达。举目望去，杨开不禁一呆，因为此地已经聚集了不少武者，粗略一数，也有数百之多。而且跟他一样看到异象赶来的武者源源不断。这是一片山谷模样的地形，而在这山谷的正中心位置处，赫然出现了一个祭坛模样的建筑。那祭坛仿佛是刚刚破土而出。 一股古老苍凉的气息弥漫开来，四周的大地也有泥土翻新的迹象。升龙坛，古老苍凉的祭坛之上，摆放了足足十几件未知之物。那些未知之物全都被一层乌蒙蒙的光幕笼罩，就好像上面扣了一只碗一样。而透过那乌蒙蒙的光幕，虽然看得不是很清晰，可依然能够瞧出一些雏形。那光幕内笼罩之物，赫然种类繁多，包罗万象。有锤子、剑形、匕首模样的秘宝，也有颜色泛黄的功法秘典，还有一些一看就上了年头的玉瓶。每一样瞧起来都极为不俗。 尤其是那些秘宝，竟散发着极其强大的能量波动，最低也是到原级的秘宝，这让杨开看得一脸火热。不但是他，其他赶赴到这里的武者同样满是贪婪和觊觎的朝那祭坛之上望去，每一个都贪念大起。这些东西，难道就是那几大势力投放在此地之物？或许道元果就是此地。旁边忽然传来一个武者的说话声，并非如此。有人开口接道：“我来的比较早，听说这祭坛是忽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并非原本就有之物。” 似乎是有哪位朋友触动了此地的禁制，才让祭坛呈现，而那上面之物无不散发古老的气息，绝非那几大势力投放。这么说起来，这祭坛上的东西岂不是早就在此地了？是上古之时遗留下来的宝物？或许是这样。那还等什么？赶紧抢啊！上古时期遗留下来的宝物，竟然还保存得如此完好，其价值之大，简直难以估算，比那几大势力投放进来的宝物要贵重无数倍。消息一传开，众多武者顿时热血沸腾了许多，还想观察一阵的武者再也按捺不住。 纷纷鼓起勇气朝前方冲去，他们这一动，立刻牵动了其他人的神经，越来越多的舞者开始行动起来，就连杨开也开始迈动脚步。不过他并没有冲在第一排，而是落后在中间位置上。这样一来，他也有充足的时间去观察前方舞者的动静，免得不小心落入了什么陷阱之中。诸位且慢！就在这时，一声中气十足的朗赫忽然传来，旋即一个身穿白衣、风度翩翩的青年忽然飞纵上高空。这青年生的唇红齿白，一表人才，双目有神，气度不凡。 一看便知出身不俗，诸位请稍安勿躁，听我一言。那青年又喊了一声，许多武者眉头一皱，不耐的抬头望去。毕竟宝物就在眼前，这个时候却有人忽然阻止他们前进，实在让人不爽。阻人财路，无异于杀人父母啊！此等仇怨不共戴天。不过当众人看清此人的面容之后，不少人倒是很听话的蹲在了原地，另外一些人也露出恍然之色，原来是江楚河公子。人群中，有认出青年的武者一抱拳，开口道：“不知江公子这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是想依仗江家威势，要独霸这祭坛上的宝物？若是如此的话，还请江公子不要多说了。正是，宝物有缘者居之。江家在风林城中虽然也算不俗，但此地可是五色宝塔。江公子若想独霸的话，还请掂量一下。有人立刻附和道：“听他们这么一说，杨开也立刻明白这青年的身份了。风林城江家的人。风林城中，城主府之下也有一些家族势力，其中江家实力不错，有一个道元一曾境的老祖。杨开虽然没有与江家打过什么交道。” 但当初在玉清山中，就曾经见到过几个被小鸾凤击杀的江家武者尸体。这一次进入五色宝塔的，基本上可以说全部都是风林城的武者，自然有不少人认得江楚河，就算不认识，也听过他的名字。不过，正如那人所言，若是在风林城，众人或许还会顾及一下江家那位老祖的实力，卖江楚河一个面子。可是，在这五色宝塔之中，江家之人哪有什么威慑力？更何况宝物就在眼前，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亘古至理。现在别说江楚河了，就算是江家那位老祖亲至。 这数百虚王境，只怕也是怡然不惧。江楚河却是不恼，闻言一笑道：“这位朋友言重了，此地汇聚几百同道，江某就算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犯众怒啊。独霸宝物什么的，江某却是从来都没有想过。那江公子想要做什么？”江楚河继续笑道：“江某只是想告诉诸位，有利益的地方必定有风险，更何况这里还是五色宝塔。诸位难道认为那祭坛上的东西真的就唾手可得吗？若真的如此，那些东西只怕早就不在了，又怎会等待？” 你我这些人前去收取，这一点我们自然知道。不过，若是有风险便不迟疑不前，那还修炼做什么？我等也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之前说话的人冷哼一声：“这位朋友好胆量。”江楚河冲那人一笑，话锋一转道：“不过，朋友是不是该先打听一下这祭坛到底是什么？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吗？在下第一次进这五色宝塔，哪里晓得这祭坛是什么？”那人一阵摇头晃脑，不过很快又惊奇地望着江楚河道：“难道江公子知道？若是如此的话。” 还请江公子不吝赐教。江楚河摇了摇头，江某也不清楚。不过我想这里应该有人知道的。说话间，他扭头望向人群某处，面上含笑，口中道：“秦小姐，你说呢？”众人顺着他的目光瞧去，一下就看到了人群中被一些武者众星拱月般包围的一个女子。那女子年纪不大，约莫二十五六的样子，身材娇小玲珑，而且似乎患有什么疾病，面色蜡黄，身形单薄，嘴唇更是有些苍白的迹象。若没有这些因素，身材再丰腴一些的话，那她也绝对是个颠倒众生的美人。 饶是如此，女子也如风雨之中摇摆的鲜花，惹人垂怜。见江楚河将众人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那秦小姐黛眉一蹙，流露出一丝恼意。围绕在她身边的舞者们也俱都朝江楚河怒目而视，大为不满。秦小姐，那位秦家的秦玉小姐，人群中传出惊呼之声，似乎这个秦玉大为有名的样子。素闻秦玉小姐自幼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尤其是对天下秘境知之甚详。不知秦小姐对这祭坛所知多少，还请不吝赐教，在下与诸位同道感激不尽。 江楚河面如冠玉，温和而笑，对秦玉的恼意和他身边那些护卫的怒视视若未见。杨开面色一动，蓦然明白这个江楚河在这个时候出风头的用意了。这家伙显然就是想打探一下这祭坛的情况。不过，若是他单独去向那个秦玉询问的话，人家未必肯说。可现在被他这么一弄，众目睽睽，秦玉骑虎难下，就算再不想说也得说了。谁都不想犯众怒啊！这江楚河还算有点心机，只不过这手段有些卑鄙了点。如杨开一样想明白的武者不在少数。 可因为关系到自身的利益，所以都没有点破，反而兴致勃勃地朝秦玉望去。是啊，秦姑娘，这么多朋友都在这里，你若是对这祭坛有所了解的话，还请告诉我们一下吧。此地有没有什么杀机和凶险，我等感激不尽。无数双眼睛瞩目之下，秦玉似乎显得有些不太自在，又或许是此地分儿太喧嚣，他不禁轻咳了一阵，拿手绢掩住了嘴巴。我家小姐自幼身体抱恙，不宜多说话，还请诸位见谅。秦玉旁边一个四五十岁、有着虚王三层境的护卫神色一冷，遥遥抱拳道。 秦玉伸手示意了一下，轻声道：“无妨，既然江公子和诸位朋友都想知道，那妾身就说一说吧。也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整个人不但看起来没精打采的，说起话来也是有气无力，让人看得着实揪心。不过听他说愿意讲一讲这祭坛的情况，众人都不禁纷纷一震，满脸期待的望着他。秦小姐果然听说过这个祭坛，江某佩服。江楚河也是眼前一亮，他之前的作为不过是姑且一试而已，没想到歪打正着了。一方面，他也希望秦玉说的更详细些。” 好让他对这个祭坛有所了解，另一方面他又怕别人得到了情报与自己竞争，一时间心情复杂极了。这是升龙坛，秦玉缓缓道来。五色宝塔第一层，此地满场寂静，唯有秦玉虚弱的声音随风飘荡。取鱼跃龙门，化身为龙之意。这个升龙坛出现的时间并不固定，而且出现的位置也极其飘忽，可能在第一层，也可能在第二层、第五层。传闻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即便是新神宫的人进入这里，想要看到升龙坛也不容易。新神宫的典籍记载之中。 升龙潭总共出现过八次而已，每一次出现都会伴随着一些珍稀宝物的现世。若我等能得其一，或许就能逾越龙门了，修炼到帝尊之境也并非不可能。逾越龙门，帝尊之境，众多武者低呼着，双眸发亮。风铃城的武者大多都是最底层的一批，虽然实力也不算太差，但因为没有什么背景和靠山，所以想要在虚王境之上再进一步的话，简直难如登天。可秦玉的话却让他们的希望，仿佛自己的面前有一条康庄大道，直通帝尊的宝座。龙威压迫。 秦玉一番话说完，无数武者都蠢蠢欲动起来。之前虽然觉得那祭坛上的宝物不俗，但也没有个确切的准信。再加上此地这么多武者虎视眈眈，谁也不敢有什么轻举妄动，唯恐招惹杀身之祸。可现在听秦玉这么一说，众人的心思都活络开来。能成就帝尊之境的诱惑，足以让他们舍身犯险。也有一些人还保持着冷静，高声问道：“敢问秦小姐，这升龙坛有何危险之处？”危险肯定是有的，或许能让我等送掉性命。但具体有哪些危险，就非秦玉能够知晓了。 这五色宝塔毕竟是新神宫的镇宫之宝，典籍之中关于其中之物的记载甚少，妾身也是第一次进入，所以闻言，众人都流露出失望之色。虽然大家都知道秦玉肯定还有一些话没说，但人家已经透露了不少消息，算是仁至义尽了。此刻再去强求的话，就等于是明面上得罪秦家。都是在风陵城混饭吃的武者，谁会愿意得罪人啊？搞不好就被人家秋后算账了。不过据说这升龙潭本就是一件秘宝，而且是由龙骨打造成的秘宝，所以想要靠近升龙潭的话。 就必须得抵挡住那来自上古真龙的龙威压迫。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思，秦玉又补充了一句：“龙骨打造而成，上古真龙的龙威压迫。”一群人纷纷惊呼起来。就在此时，不远处忽然传来一阵哧哧哧哧的声响，破空而来，速度极快。众人全都一惊，本能的运转起力量，四下张望。而下一刻，便有人惊呼起来：“卑鄙无耻，竟如此鬼鬼祟祟行事，太可恶了！”原来就在众人注意力被秦玉吸引，听他介绍升龙潭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哪个势力的武者。 竟然隐匿了身形和气息，悄无声息地朝升龙潭那边靠近过去。他们隐匿气息和身影的秘术极为高深，在场之人竟没一个发现。若非升龙潭忽然有所异动，只怕等这些人取走坛上的宝物，都不会有人注意。不过此刻，这些人全都露出了身影，不多，只有四五个而已，分成几个方向，小心翼翼地朝升龙潭靠近。也不知道是哪个倒霉的家伙触发了升龙潭附近的禁制，从那祭坛之上忽然激射出道道玄光，朝这些人轰击过去。那些人一时不察，竟有两人当场毙命。 鲜血洒落，肉身都粉碎开来，而剩下的几个剑姬不妙，匆忙躲避，自然就无法隐匿了，一下露出了身形。好在升龙潭的禁制似乎不是太强大，那幸存的两三人躲避一番之后，竟就这么相安无事了，互相对视一眼，见行踪败露，一咬牙，不管不问的继续朝前奔袭。可恶，是鬼武门的人，一群跳梁小丑，竟敢觊觎宝物，真是找死！宝物是我的！一见有人朝升龙潭靠近过去了，剩下的武者哪还按捺得住，纷纷施展身法。 朝升龙潭冲去，都想尽快冲到升龙潭边，将那些宝物据为己有。那江楚和剑机最快，身形一扭之下，便冲出了十几丈距离，遥遥领先，双眼冒光的盯住了升龙潭上一本功法，同时大手朝前一甩，一条绳索模样的秘宝从袖口处鱼游而出，直朝几十丈外的那功法卷去。江公子，有人见状大惊失色，哈哈哈！江楚和大笑一声，仿若看到了功法到手，自己修炼之后天下无敌的模样，张狂之态必现。宝物有能者得之。 这功法归江某了。他话音才刚落，脸上的笑容便忽然僵硬住了，怔怔地望着自己的绳索秘宝，失声道：“怎么会这样？”他那绳索秘宝往前探出还不到三丈，竟软绵绵地跌落下来，仿佛灵性大师一样，任凭他如何催动力量，手掐法诀也依然无法动用。不但是他，其他那些想借助自己秘宝取得升龙坛上宝物之人，全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失去了与自己秘宝的心灵联系。而就在江楚和失神间，天空中更仿佛有一股巨力袭来，硬生生的让他砸在地上。 跌了一身灰尘，嘴巴鼻子里也便是泥土。哈哈哈，江公子，你这一招恶狗吃屎，真是练得炉火纯青啊，在下佩服佩服。之前那舞者大笑一声，直接从江楚河面前奔袭过去，临走之前不忘讥讽一声：“可恶，我记住你了。”江楚河灰头土脸的站起来，嘴上骂了一声。放眼望去，四周那些想御空飞行冲进升龙潭旁边的舞者，都跟自己一般遭遇，全都从天上掉了下来，跌得惨不忍睹。这个发现让江楚河的心里顿时平衡不少。 霎时间，所有人都明白了，想要取得宝物，唯有依靠自身冲到升龙潭旁边才有机会。但这也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之前距离的够远，大家还没什么感觉，可越是接近升龙潭，那迎面扑来的莫名威压越是凶猛。整个升龙潭在所有武者眼中，似乎都化身为一条上古恶龙，狰狞咆哮，张开血盆大口，竟待食物送上门来。一些心智不坚、意志薄弱，又或者是实力不高的武者，竟一时间心神失守，傻在了原地。 双眸里溢满了恐惧的神色，身躯剧烈颤抖起来。而另外一些人，纵然能抵挡住这恐怖的龙威，也依然举步维艰，再也无法如之前那样迅速奔走了。小姐，我们另一边，秦家的一群人依然拥簇着秦玉，在秦玉的指示之下，不紧不慢的朝升龙潭靠近过去。秦玉不时的轻咳几声，神态悠然，反倒是其他秦家的武者，个个面露焦急之色，唯恐被别人得了先机。别急，秦玉好不容易喘了口气，轻声道：“升龙潭不是那么好靠近的。” 你们可趁此机会好好感受一下上古真龙的龙威，这对淬炼自己的心智有极大的作用。若有所得，日后再遇强敌也不会太过狼狈。秦玉虽然只有反虚两层境的修为，但他在这一群秦家护卫当中似乎有着极大的威信。他一说这话，那些护卫竟真的不再急躁，而是一个个墨韵心法，驱除心中的杂念，一边守护着秦玉，慢慢朝前走着，一边借助龙威淬炼心性。蓦然，秦玉皱了皱带，朝某个方向望了一眼，那边杨开冲他咧嘴一笑，也是一脸老神在在。 悠闲至极的朝前走着，这个人，秦玉深深的打量着杨开的背影，发现一向看人极准的自己，竟有些看不透他。他对升龙坛上的那些宝物，竟没有丝毫急切的意思。在其他人都拼尽力气争抢的时候，他却仿佛在花园之中散步，老神在在，安逸极了。秦玉暗暗摇了摇头，低垂下眼帘。等到再抬起头的时候，美眸之中竟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灿若星辰。而与此同时，杨开却浑身一紧，仿若冥冥之中有一双能够洞悉天机的眼睛，正在窥探自己的秘密。 他猛地回头，与秦玉四目相对，霎时间，秦玉娇躯一颤，剧烈咳嗽起来。小姐，那些护卫大惊失色。秦玉连连摆手，弯着腰，用一方丝巾捂住了嘴巴，咳得极为艰辛。好一会功夫，他才逐渐缓过劲，没事了。秦玉大口喘息着，在抬头朝杨开之前所在的位置望去的时候，却发现杨开早不见了踪影，不由得叹息一声：“这小妞很古怪啊。”与此同时，混迹在人群中的杨开眉头紧皱着。 他总感觉那个叫秦玉的女子非同一般，可对方的修为境界只有区区的反虚两层境，实在让他不解。尤其是刚才秦玉看他的那一眼，仿佛能看到自己的秘密一样，让杨开不由得有些毛骨悚然。日后如非必要，还是少跟这女子接触为好。杨开暗暗下定决心，否则什么时候秘密泄露了都不知道啊！就在这时，一声惨叫传出，一个早就被龙威所摄，心神失守的武者站在原地，凄厉的叫着，双眸颤抖，仿佛看到了什么极为恐怖的一幕，一身力量混乱暴走。 胡乱朝四周出招，而不过片刻，伴随着砰的一声，这人的脑袋竟爆裂开来，红白之物溅射四方，无头尸体软绵绵的倒了下去，看起来惨不忍睹。这让附近的武者悚然一惊。这还没完，此人的毙命就像是个导火索，下一刻接二连三的惨叫从不同的位置处传了过来。那些人的遭遇和第一个武者一般模样，都是如在梦魇之中，力量暴乱，胡乱出招几下，头颅爆碎开来。龙威压迫，人群中有人惊恐大叫。 所有人都明白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毙命的，显然是因为被那无上龙威压迫了神念，继而遭遇了不测。一时间，一些胆子小、实力低的武者再也不敢往前走动了，反而齐齐往后退去，以求自保。可当他们的身形才刚有动静，那升龙坛上竟是忽然迸射出无数道玄光，伴随着嗤嗤之声激射而来。所有人都大惊失色。让人没想到的是，那些玄光并没有漫无目的的杀人，而是只朝那些退缩的武者袭去，无一落空，无一例外。眨眼间。 地上又多了三十多具尸体，偷袭突发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正在当场，好一会才忽然有人高呼道：“不能后退，一后退便会触动禁制，死于当场。诸位小心！”可恶，这是陷阱！天杀的新神宫啊！我该怎么办啊？许多实力不高、觊觎宝物之人，如今在进退两难之下，竟责怪起新神宫来，仿佛这是新神宫针对他们设置下的陷阱一样。如今这局面，越是往前进，要承受的龙威压迫越是凶猛，一个不慎便会暴炉而亡。 那之前惨死的一些武者便是最好的例子。可纵然有心离去，他们也无法后退了。刚刚倒下的三十多具尸体便是前车之鉴。这么一弄，一些武者真的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了，一时间僵在了原地。可毕竟不是全部，那些真正有实力、对自己有信心的强者们，依然顶着龙威的压迫，一步步的朝升龙坛行去，目光火热的锁定住祭坛上摆放的那十几件未知之物。每一步迈出都似乎极为艰辛，但当迈出那一步之后，却又满脸愉悦，仿佛有什么收获一样。富贵险中求。 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道理。在此地的武者们，哪一个不是经历了不少生死磨难的人？大多数的心性都极为坚毅。更何况，不提能否抢夺那十几件未知的宝物，单单是在走向升龙潭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好处，便让这些武者欣喜若狂了。每走出一步，那些武者们都能感觉到自己的心性和毅力增加不少。甚至在那无上龙威的压迫之下，许多虚王境体内的力量正迅速的在朝元力转化着。这种转化的速度，绝非服用了元灵丹能够比拟。杨开自然也发现了这一点。 其实他完全可以无视来自升龙潭的龙威压迫，毕竟他体内有金圣龙的本源之力。升龙潭虽然由龙骨打造而成，天生附带了无上龙威，但在金圣龙的本源之力面前，这种龙威的压迫还是无法起到丝毫作用的。传闻在上古之时，真龙一族族人无数，但在这一族之中，血脉的等级压制是非常明显的。金圣龙在真龙一族之中有着极高的地位，而从之前这升龙潭出现的异象来看，打造升龙潭的龙骨或许是火龙之骨，因为那出现的真龙虚影是一条红色的巨龙。 红龙普遍使用的是火系力量，金圣龙的本源之力足以全方面压制住来自升龙坛的龙威，让其无法靠近杨开周身三丈。当杨开发现这一点的时候，甚至涌起了不顾一切先冲过去将那祭坛上的十几件宝物抢走的念头。可仔细想想，还是没有这么冒失。毕竟在此地的虚王境武者足有数百，先不说自己抢夺了宝物之后能不能逃过这些人的追杀和围攻，即便成功了，待离开五色宝塔之后，恐怕也是个麻烦。一旦外面的人得知自己在升龙坛上得到了这么多的好处， 那他恐怕就要成为众矢之的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杨开可不相信那些道元境会不觊觎来自升龙潭的宝贝，真要被道元境盯上，以后的日子也不太好过。所以他并没有那么做。此刻，他夹杂人群之中，一边一步步的往升龙潭靠近，依靠那无上龙威的压迫转化着自己体内的元力，一边还有闲心观察四周，看看其他人的情况。不多时，便有不少强大的虚王境武者被杨开默默的记在了心中。这些人无疑都是元力全部转化完全的存在。 他们在抵挡龙威压迫的时候，比旁人要轻松得多，所以前进的速度也比较快，已经与后面的人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杨开稍稍加快了步伐，同时在脑海中思索该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那些宝物打包走。就在他陷入沉思的时候，一旁传来一个咬牙切齿的声音：“竟敢超过本公子，去死！”那个“死”字悠异出口，一个掌印便朝杨开袭了过来，掌印之中呼啸凌厉的风声传出，似乎蕴藏了极大的破坏力。杨开面色一沉，瞬间抬手。 雄浑的力量灌入掌心之中，朝对方的掌印拍去。啪！一声轻响，紧接着两股狂暴的力量碰撞在一起，席卷四方，威势巨大。杨开身躯微微一晃，便没了动静，反倒是主动出手袭击他的那个人，却是惊叫一声，似乎有些抵挡不住杨开的攻击，身形一个不稳，便要朝后方飞去。这人脸色大变，霎时间苍白无血。毕竟之前那些朝后撤退的武者都被升龙坛里激射出来的玄光斩杀当场，他也不敢确定自己被人打退了会不会有相同的待遇。若真如此的话。 他可没有信心抵挡住来自升龙潭的攻击，一念至此，他一咬牙关，身躯猛地往下方沉去，仿佛木桩一样钉在地上。他竟宁愿让所有力量冲入自己体内，脚下也不敢移动分毫。啪啪啪，此人体内传来一阵爆裂的声响，脸色一白之下，口鼻之中都溢出了鲜血，模样陡然间变得狰狞可怖起来。公子，有人大呼着，连忙上前两步，顶在了这人的身后，将最后一丝力道化解，总算让他稳稳站在原地，没有后退半步。 杨开因侧侧地回头望去，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不禁冷笑一声。原来是江公子，这出手偷袭他的人，赫然就是之前的说话的江楚河。刚才杨开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还觉得此人相貌堂堂，温文尔雅，倒有些公子哥的风范和气度。但后来在洞悉了江楚河将注意力转移到秦玉身上的意图之后，杨开就明白这人一肚子坏水。此刻看来，他不仅一肚子坏水，还没有容人之量啊，简直就是个令人憎恶的宵小之辈。他之所以冲自己下手，竟只是因为自己的速度比他快一些。 超过了他而已。阁下何人？江楚河吃了个大亏，险些遭遇杀身之祸，心中被杨开憎恨的同时又忌惮万分。他完全没想到自己竟在一个虚王境的武者面前连一招都无法完全接下，而且刚才那情况只是对方的随手一击罢了。真要是生死之斗，自己岂不是完全不是对手？这他妈还是人？江楚河心中惊惧交加。风林城什么时候又出了这么一号人物？问我？杨开狞笑一声，左右不过是个江公子招惹不起的人。 见杨开这般大言不惭，江楚河面上浮现出一丝不服气的表情。不过转念一想，对方或许来自什么大势力也说不定，毕竟风铃城这段时间汇聚了不少势力的强者。想到这里，江楚河神色不禁闪烁了一下，抱拳道：“是，才是江某冒犯了阁下，勿怪。还算有点自知之明，先饶你一命。”杨开冷声一笑，没再跟江楚河纠缠，转身继续前进。江楚河凝视着他的背影，面上一阵青一阵红，一面要压制自己的伤势，一面又要抵挡那无上龙威，一时间辛苦极了。 在众人的最后方，秦玉带着自己的诸多护卫缓慢而行。毕竟他的实力实在不高，无法如其他人那样迅速前进。不过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才能将刚才那一幕看在眼中。这个人什么来头？秦玉黛眉紧皱了起来。同为风铃城的武者，秦玉自然知道江楚河是什么样的修为。江楚河这人虽然资质算不得多么厉害，但有江家的资源倾注，再加上这么多年来的刻苦修炼，倒也早已到了虚王三层境的顶峰，一身力量全部转化为了元力。换句话说，江楚河在虚王境之中。 就算不是无敌的存在，也不是能被人一招打伤的。可偏偏有人做到了，这让秦玉惊诧的同时，对杨开又多了一份兴趣。小姐，那人怎么了？有护卫见秦玉一直盯着杨开，不禁开口问道：“你们有谁见过那人？知道他的来历吗？”秦玉轻声问道。一众护卫都不断的摇头，表示自己从未见过杨开其人。先前说话的护卫道：“小姐若是想知道的话，等出了五色宝塔，属下便让人去打探。”秦玉点点头，记住打探就行，切莫不要得罪了他。 是，升龙潭附近，随着时间的推移，众人的实力差距逐渐显露了出来。虽然大家基本上都是虚王境，甚至有很多人都是虚王三层境，但在升龙潭这块试金石之下，彼此的强弱很快就比较出来了。那些心性、毅力、实力都上上之人，无疑走得更快一些，更远一些，剩下的都落在了后面。一时间，以升龙潭为中心，无数武者分成了好几个层次，都拼了命的朝中心靠拢。而在第一层次中，足足有四十多位虚王三层境强者。 彼此之间的差距竟也不是太大，可以预见，若是不出意外的话，这四十多位强者无疑会率先抵达升龙潭。至于第二层次、第三层次，甚至更后面的武者，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是他们也不敢随意后退，招惹杀身之祸，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行进。期间有越来越多的武者因为承受不住龙威压迫，暴毙而亡。升龙潭方圆几十丈范围内，一两百具无头尸体横七竖八，看起来惨不忍睹。斩魂刀通往升龙潭方位的那短短百丈之路，成了无数虚王境武者埋身之所。 半个时辰后，那第一层次的几十武者距离升龙坛已不足十丈。如此近距离之下，祭坛上所盛放的十几件宝物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一时间，不管这些人出身如何，又有何来历，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但是宝物只有十几件，先一步抵达附近的武者却是有四十之多，怎么算都不可能平分，势必会有大半武者注定空手而回。众人显然也发现了这一点，所以在靠近升龙坛十丈之后，所有人都暗暗提起了力量，眼神飘忽之间，莫名的敌意在疯狂滋生。默然。 一阵破空声传出，天地能量悠然一乱，一只金色箭矢忽然以极快的速度飞射而出，朝一个魁梧大汉袭去。妈的，早就知道你会偷袭老子，终于忍不住动手了吗？那魁梧大汉似乎早有防备的样子，一见自己身边的敌人出手，立刻伸手在面前一点，下一刻，一面六棱形通体青绿色的盾牌忽然浮现在他面前，将他大半个身子都挡在后面。砰！巨响声传出，那金色箭矢虽然威能不俗，但依然被早有防备的魁梧大汉阻挡了下来。 出手偷袭之人见此情形，不禁一呆。魁梧大汉却是狞笑一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回盾牌，双拳紧握，拳头上元力狂涌，骤然朝敌人出手，口中暴喝一声：“霸王圣拳！”这显然是一招威力极大的秘术。拳出的瞬间，竟有一丝丝意境弥漫在其中，可见这魁梧大汉已经有些触摸到道元境的门槛了。或许他也只差一步就能晋升到道元境这个层次。那拳风之中裹卷着一股唯我独尊、百合天下的气势，让之前出手偷袭的武者面色一变。 匆忙间，一个扭身，同时伸手在虚空之中一抓，一柄长约三尺的清风利剑忽然出现在手心上。他屈指在剑锋上一弹，元力往长剑内灌入，神色陡然间变得肃穆起来。水月镜花，他口中低低的吟道。长剑在半空之中画了半个圆圈，那虚空之中竟蓦然出现了一片由剑光组成的镜面，光可见人。霸王圣拳如期而至，却全被那剑光镜面阻挡下来。两人大成的虚王境领域同时沛然而出，朝对方凶猛压制过去。咔嚓。 似乎连空间都无法承受这样狂暴的力量碰撞，竟在那一瞬间出现一道细小的裂缝。好好，总算碰到个像样的家伙了，痛快，痛快！魁梧大汉见此，非但不惊，反而大笑起来，神态猖狂至极。反倒是他的对手暗暗叫苦不迭，没想到自己只是随意出手偷袭一个人，想提前剪除掉竞争对手，却遇到了这样一个疯子。无奈之下，只能硬着头皮应战。这两人的大战刚刚爆发，那第一层次的四十多位武者，竟仿佛像是商量好的一半，全都行动了起来。 不过他们并没有朝升龙潭靠近，而是纷纷出手，朝距离自己最近的武者痛下杀手。霎时间，升龙潭附近混乱一片，偷袭与被偷袭的好戏接连上演。往往一个武者才刚动手偷袭自己的目标，就被另一个武者反偷袭了，不得不咬牙以一敌二。单打独斗者有之，混战者有之，联手除敌者亦有之。这些属于风陵城的精英虚王境强者们，此刻都仿佛成了彼此的仇敌，不大一会功夫就杀得眼红起来，武技和秘宝的光华齐齐绽,绽放，耀眼至极。那落后的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的舞者们一时间看得目瞪口呆，不过很快他们就惊喜连连，因为如此一来，他们或许还有机会取得升龙坛上的宝物。当下一个个都闷不吭声，卯足了力气朝前行进着。可他们显然想得太简单了。第一层次的舞者们确实在厮杀，但若一旦有后来者靠近的话，这些家伙竟不约而同地放弃攻击对手，转而联手将后者来瞬杀。似乎在他们看来，只有最初的第一层次舞者才算是真正的竞争对手，后来者不过是一群跳梁小丑罢了，哪有什么资格染指宝物？ 接连死亡了二三十个后来者之后，那第二层次的舞者们终于看清了局势，不敢再随意靠近了。杨开就落后在第二层次的舞者当中，一见这情景，不禁暗暗皱眉不已。他此时若是想靠近升龙潭的话，势必要被第一层次的武者联手攻击，成为众矢之的。可若是不靠近的话，又无法取得升龙潭上的宝物。一念至此，他不禁冷声一声，高呼道：“宝物有缘者居之，而等如此霸道做法，未免也太不把人当回事了。诸位朋友，想鱼越龙门的，就随我一起上。言”言罢。 以身作则，第一个冲了上去。本来那第二层次的武者就不甘心被阻击在原地，此刻一听杨开喊什么“鱼跃龙门”，再一想起秦玉之前说过的话，个个都义愤填膺起来，纷纷响应杨开的号召，三五成群聚集到一块，目露凶光的朝前推进。臭小子，牙尖嘴利，先让你死！很快，杨开前方的两个强者便盯上了他。这两个强者本在互相酣战，你来我往，激烈无比。可一听杨开那么说，便不约而同的将他当成了目标。两人既然能在第一层次， 显然都是虚王境之中的精英，联手之下，就算不敌道元境，也绝非同等级的虚王境能够抵挡。一人祭出一柄大斧，当头朝杨开劈下，斧头上光滑一闪，巨大的斧印便如陨石坠落，猛不可挡。而另一人则伸手猛拍自己手上的一个小钟，每拍一下，他的脸色便凝肃一分，而那钟便荡出奇异的声响，汇聚成无形的冲击朝杨开卷来。杨开神色凛然，也不敢大意，一身力量疯狂运转起来，手上一转，握住了一柄大刀，他以神念驱动那大刀。 遥遥的朝其中一人砍下，大刀上光滑闪过，无声无息的攻击直冲那人的石海，立刻撕毁了那人的神识防御，劈进石海之中。此人石海内霎时间风起云涌起来，似乎有巨大的力量将他石海一分为二，卷起滔天巨浪。那巨浪并没有落下，反在半空之中诡异的蒸发干净。石海是武者的神魂之源，石海中的海水被蒸发，神魂势必受损。这人如遭雷噬，整个人忽然僵硬在原地，眼眸颤抖，溢满了惊恐之色，怔怔的凝视着杨开。 口中呵呵有声，却始终说不出一句话来。下一刻，这人便脖子一歪，直接倒地而亡。什么？另一人大惊失色，有些不敢置信的望着之前的对手。这个对手有多难缠，他可是清楚无比的。两人刚才对招之下，根本就是不分胜负。可是如今却被一个同为虚王境的武者一招灭杀了。虚王境绝对没这个能力，那么原因就出在那柄大刀身上了。这到底是什么层次的秘宝？就在他失神间，杨开已经身形一晃，避开了他与另一人的联手攻击。 一边狞笑着朝他靠近过来，一边再次举起了手上的大刀。直到此刻，这人才发现这大刀有些与众不同的诡异之处，刀身竟然流淌着漆黑的光芒，似乎有一种莫名的力量牵引着自己的神魂，仿佛多看他一眼，自己的神魂都要被切开似的，隐隐作疼，大骇之下，连忙移开目光。斩魂刀，属于虫帝的地宝。当年杨开击杀虫帝之后，从他身上搜得了两件地宝，一为奴虫镯，二为斩魂刀。不过两件地宝的威能都太过强大。 杨开当时实力不高，根本无法炼化，只能搁置不用。后来几次历险，奴虫卓发挥了一些作用，比如在那失落之地中驱除了幻空蝶的袭击，在碧雨宗冰崖之下震慑了妖虫母体，让杨开得以将其收服。有了这些经历，杨开意识到地堡的重要性，才在闲暇之时开始尝试炼化斩魂刀。虽然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但依然无法将斩魂刀全部炼化。即便动用，也只能发挥出皮毛的威能。就如那地堡寂灭雷珠一样，杨开始终无法发挥出全部的威能。不过。 地宝终究是地宝，即便只是皮毛，也绝非虚王境能够抵挡的。尤其是斩魂刀的威能极为奇特，以神念御使，直斩神魂，不伤血肉，极难防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斩魂刀算得上是一件神魂秘宝，珍惜程度比防御秘宝更为难得。而杨开的神念又无比强大，御使斩魂刀对敌，同等级的虚王级如何招架？一个照面，敌人便神魂破灭，死于当场。杨开也是有意为之。如今这第一层次的武者，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共识。 那便是不让第二层次的武者靠近升龙潭。他要是想威慑敌人，只能以雷霆手段先杀几个再说。如此杀鸡儆猴，相信就没人再敢阻挡他了。果不其然，当那人死后，另外一人眼看杨开再次举起了斩魂刀，刀身黑光流转，竟是骇得本能地往后退去。这一退，立刻触动了升龙潭的禁制。骗局一到悬光，一道玄光蓦然自升龙潭处激射而来，目标直指那后退之人。这人面色大变，想都没想，便再次以更快的速度朝外逃去。 同时，身上光芒狂闪，似乎是动用了所有的防御力量。但他再快，也快不过升龙潭的力量。不过一息的功夫，那玄光便追击上了此人，直接洞穿了此人的身躯。那不知道多少层的防御之力，在这玄光面前，竟如纸糊的一般，脆弱不堪。啊！一声惨叫传来，这人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与那些之前被玄光杀死的武者一样，浑身血肉骨骼尽碎，死状凄惨。四周诸人无不骇人变色。毕竟自杨开出手，到这两人一前一后死亡，也不过三息功夫而已。 短短三息时间，身在第一层次的两位虚王境顶峰强者就先后毙命。不管杨开动用的是什么秘宝、什么招式，都足以彰显他的强大和不好惹。顷刻间，杨开附近的武者望着他的眼神都变了味道，充满了忌惮和惊恐之意，有意无意的拉开了和他的距离，已是不想与其为敌。这个效果正是杨开所期望的。他手腕一翻，收起了斩魂刀，大辣辣的朝前行去，视四周众多武者为无物，嚣张至极。吼！蓦然。 一声高亢的吼叫之声从人群之中传出，有些似龙吟，又似兽吼。众人面色一惊，齐齐朝那声音来源之地看去。下一刻，不禁神色一滞，因为在那个位置上，一个身穿锦衣、约莫三十左右的男子，也不知道动用了什么秘术，浑身忽然变得通红无比，仿佛一只烤熟的大虾，散发着阵阵热气。而他的头顶上却出现了一只火红色的蛟龙虚影，那蛟龙虚影几乎凝为实质，张牙舞爪，神态百合，微微一晃，便忽然激射而下，钻进了那男子的身躯内。下一刻。 男子气势陡然拔升，并且他往外散发出来的气势之中，还掺杂了一丝丝类似龙威的气息。段天赐，是段天赐！有人忽然惊呼起来：“是城主大人的嫡子！”早就听闻这家伙年幼的时候偶得机缘，得到了一条完整的蛟龙之魂，原来是真的！这下坏了，有此蛟龙之魂相助，他前进的阻力会大大减弱啊！许多武者七嘴八舌的叫嚷起来，有人面露不甘，也有人一脸羡慕，更多却是忌惮之意。杨开也瞬间明白了这个人的身份。 竟然是城主段元山的嫡子段天赐，那蛟龙虚影显然就是他早年获得的蛟龙之魂了，利用秘法激发出来，对抗此地雄浑的龙威压迫。蛟龙虽然并非真龙一族，但再怎么说也有一丝真龙的血脉，此时此地拿来对抗龙威是最好不过了。段天赐倒也是个能忍之人，之前一直没有暴露出自己的这个优势，直到距离升龙潭足够近了，才忽然先发制人，显然是所图甚大。不过，并非只有他一个人打着这个算盘。就在段天赐激发了蛟龙之魂加身的同时。 不远处又有一个青年沉喝一声，身形外陡然出现一个半圆形，仿佛大钟模样的防御罩。四周武者的攻击落在他身上，他竟不管不顾，只是目光火热的盯着升龙坛上的宝物，一步步的朝前行去。而那些攻击竟无一个能破掉他身上的防御，全部被阻挡在外。是烈火殿的不动天王钟，这人是烈火殿的宗子敬。有武者一下认出了那武者的名字和所使用的秘宝，道元级中品防御秘宝不动天王钟。这是作弊啊！这还怎么打？ 诸多虚王境武者愤愤叫嚷起来。虽然以宗子敬的修为，并无法将不动天王中的所有威能发挥出来，但那毕竟是道元级中品的防御秘宝，根本不是一般的虚王境武者能够打破的。除非有十几人联手，发出全力一击，才能对他造成威胁。宗子敬一边朝前走着，一边阴恻恻的扭头看向攻击他的那些人，冷笑道：“宗某记住你们了，待此地事情完结，宗某定会好好拜会儿的。一言出，不少虚王境脸色陡然苍白。宗少，这是误会啊，在下之前有眼无珠，没认出宗少。 有所冒犯，宗少见谅啊！你若是早点报出姓名，我怎么也不可能攻击你啊！一个虚王境连忙服软起来，生怕宗子敬事后跟自己算账。我也是啊，宗少，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宗少这是何必呢？宗子敬冷笑连连，脚下不停，同时淡淡道：“好啊，既然是误会，那就这么算了。不过若还有人敢骚扰本少，日后必不轻饶。”不敢不敢，宗少大量。众武者大喜过望，宗子敬显然也知道现在不是和这些人纠缠的时候。 若不退让一步，逼得他们跟自己拼个鱼死网破，最终也只会便宜旁人。所以并没有逼迫太甚。除去段天赐和宗子敬两人，就只有杨开的行动最快了。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他自然是稍稍运转了一点金圣龙的本源之力，抵挡那无形的龙威压迫。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最轻松的一个。三人一边前进，一边打量着彼此，目光交汇间，隐有火花在迸射。杨开心中此刻却是暗暗发苦，丝毫没有什么喜悦，因为他与段天赐和宗子敬都不同，没有靠山，没有背景。 若真的施展手段，将升龙坛上的宝物全部打包走的话，势必会成为众矢之的。他在考虑要不要让段天赐和宗子敬先下手，以此来分担一下压力。不过很快他就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不管自己到时候取走多少件宝物，都势必会被人盯上的。既然如此，那就一不做二不休。正当他打定主意的时候，那段天赐却忽然双手一掐诀，旋即在自己身上猛点了几下。伴随着那几指的点下，段天赐整个人本就不弱的气势陡然暴涨，他竟不惜损耗的动用了某种威能巨大的秘术。 旋即，他哈哈大笑一声，进速度飞快的直接窜出好几丈，一下就来到了升龙坛旁边。见此情形，杨开心里一个咯噔，而那宗子敬同样脸色一变，咬牙加快了速度。都是我的了！段天赐大笑着，一伸手就握住了一柄长剑模样的秘宝。在升龙坛上的十几件宝物，就属这长剑的卖相最好，光滑流转，通体泛着幽光，一看就不是凡物。段天赐倒也是个小心谨慎之人，在拿取这长剑秘宝的时候，还特意观察了下四周，同时体内力量暗暗运转。 随时防备不测，可让他意外至极的是，他竟轻松无比的将那长剑拿了起来。这样的结果让他也为之一呆，不过更多的却是惊喜。正当他想将第一份收获收进空间界的时候，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长剑离开升龙潭不到一息的功夫，竟在一阵扭曲之中变成了一截枯树枝，不但没了本来的模样，而且灵性全无。风拂来，那枯树枝一下断成两截，掉落在地上。段天赐的笑容一下子僵硬在脸上，众多朝他瞩目的舞者们的表情也是精彩至极。 有质疑，有惊诧，有幸灾乐祸，也有若有所思。这，这难道是假的？好一会，段天赐才不甘的怒吼一声，一把扔掉了手上的半截枯树枝，朝另一件锤子秘宝抓了过去。第二件秘宝被他取出，同样的，在离开升龙潭后，变成了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幻术，这是幻术，我们都被骗了。人群中忽然传来了惊呼之声，也无需这人来提醒了，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毕竟段天赐拿起那两件秘宝的过程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根本没机会弄虚作假，也不可能掉包。如此一来，唯一的解释便是升龙潭上的那些宝物并非真的，而是经由一阵威力巨大的幻术映射，给武者们造成的视觉错觉。一时间，正在不断往前进的武者们纷纷停住了步伐，脸上的表情哭笑不得。任谁也没想到，最终的结局竟然会是这个样子。升龙潭，升龙潭，鱼跃龙门，化身为龙，这属于传说中之物，竟然是一个天大的骗局。杨开也傻住了，在段天赐施展秘术往前冲去的瞬间。 他还心急如焚，可如今出现了这么一副戏剧化的场景，让他颇有些措手不及。蓦然，他神色一动，闭眸再睁开，没人发现他的左眼变成了金色的树人。下一刻，他急速冲上前去。另一边，宗子敬也来到了升龙潭附近，与段天赐对视一眼，不断的从升龙潭上拿起宝物，然后失落至极地丢下。那些看似不俗的秘籍功法，赫然也全都是极为普通之物，根本没什么大用。被扔到地上之后，直接变成了齑粉，风一吹全散了。很快。 杨开也加入了其中，他拿起一个玉瓶，打开看了看，嘴中愤愤的骂了一声，将玉瓶随手扔掉。不多时，在三人的合力检查之下，这升龙坛上的东西竟无一是真的，怎么会这样？段天赐似乎还不能接受这个结局，一脸失望的喃喃道：“看来我们都被耍了呀。”宗子竟自嘲一笑：“一个问题，五色宝塔内的升龙坛竟是一个天大的骗局。”几百虚王境一时间都有些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升龙坛附近，所有人都面色阴沉。 望着那满地的死尸和破损的躯体，如果升龙潭是个骗局的话，那这些死去的人又是为了什么？这其中的一些人，有还活着之人的亲朋好友。秦小姐，关于此事，你是不是该给一个解释？蓦然，人群中有人望向落在最后方的秦玉，冷森森的问道。秦玉也早就停下了步伐，而且他因为实力不高的缘故，本就没走出多远，此刻连同着他的那些护卫都落后在人群的大后方，与最近的舞者也距离三四十丈。闻言，秦玉黛眉一皱。 抬起琴手，虚弱道：“这位朋友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哼，什么意思？秦小姐难道还不清楚吗？”“你说这里是升龙潭，我等对此深信不疑，却不想这根本就是个骗局，为此死伤了那么多人。秦小姐难道还要装聋作哑？”说话之人一脸义愤填膺的模样，好似真的是秦玉坑骗了他们一样，要他为那些死去的武者负责。他的这种说法，竟是得到了不少武者的认同，纷纷一脸不善的朝秦玉望去，仿佛都要将心中的怨气发泄到秦玉身上。秦玉带眉皱的更厉害了。 他还没开口说话，他身边的一个护卫不禁冷哼道：“这位朋友，麻烦说话之前先过过脑子好吗？此事与我家小姐又有何关系？怎么无关？若非秦玉小姐说这里是升龙潭，我等也不可能不可能一头热血的闯进来。”不等那人将话说完，段天赐忽然冷笑一声，一脸杀气的望着那人，口中道：“真是可笑至极。而等自己好好想想，就算没有秦小姐的指点，此地有如此大的机缘，你们会甘心放过吗？”段天赐毕竟是城主大人的儿子。 而且本身实力不弱，在风林城的武者当中有极高的名气和人望。听他这么一说，不少人低头沉思起来，发现确实也是这么个道理。当时即便没有秦玉的解释，大家也不会对升龙潭置之不理的，肯定也是会一拥而上。到时候结局跟眼下恐怕没区别。换句话，有没有秦玉，结局都不会改变。只不过因为秦小姐的一番指点，就将责任归咎到她头上，你不觉得太过可笑了一点？段天赐一脸阴冷地望着之前说话的武者，那人哪敢与段天赐对视。 一双眼睛不禁左右飘忽起来。不错，秦小姐没有过错。若谁还敢指责她，那便是与我烈火殿为敌。宗子敬也一脸漠然的发话了。我江家也是这个态度。江楚和笑眯眯的接了一声，适时的站在了大义的一方，为江家为自己积攒声誉。我等当然不会去指责秦小姐，这只不过是少数人不负责任的说辞罢了。秦小姐不必在意这些跳梁小丑。不错，若非秦小姐，我等连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都不清楚，不说声感谢也就罢了，竟还出言指责。 实乃我风灵城武者的败类残渣，我等羞于这等人为伍。七嘴八舌的叫嚷声传出，那之前开口指责秦玉的人脸色臊得通红，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再也不出来了。不远处的秦玉微微一笑，盈盈一礼道：“诸位果然都是明白事理之人，不过妾身并没有说错，这升龙潭确实是有宝物的，在哪里？”段天赐和宗子敬面色一热，急忙问道。杨开却心中一沉，一瞬不移的凝视着秦玉，唯恐他说出什么自己不愿意听到的话。秦玉微微一笑，道。 这升龙坛本身就是一件宝物，或许之前摆放在上面的东西是幻术形成，但是打造升龙坛的可是真龙之骨，这可是连帝尊境都觊觎万分的炼器材料。一言出，所有人的神色都火热起来。秦玉又道：“不过依我等的力量，是无法破坏升龙坛的。若不然，它也不会一直存在于五色宝塔内了，早就被高人取走。贸然攻击它的话，只怕是会引起强大的禁制。所以妾身劝诸位，还是不要轻举妄动。”听他这么一说，宗子敬和段天赐的神色逐渐冷静下来。 扭头望了一眼那巨大的升龙潭，一阵扼腕叹息。宝山就在眼前，却无力开采，这种心情委实让人纠结。对了，秦小姐，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的杨开忽然抱拳道：“既然秦小姐对升龙潭有所了解，那敢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毕竟之前后退的朋友下场你也看到了，我们总不能一直被困在这里吧？”“对啊，秦小姐，还请指教。”许多人也忽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全都朝秦玉瞩目过去。秦玉大有深意地瞄了一眼杨开，抿嘴一笑，道： 现在就可以离开了。升龙坛上的宝物一旦消失，禁制之力也会一同失去作用的。而这升龙坛再过半个时辰就会沉入地下，游离虚空之中，下次出现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不过你们也可以选择不离开，毕竟这龙威压迫还是存在的。在这里修炼的好处，诸位想必已经很清楚了，无需妾身多说。杨开被他的眼神瞧得很不自在，总有一种秘密暴露的感觉。不过还是感激到多谢秦小姐指点。话虽如此说，可他却没有移动步伐。 前车之鉴，后世之师。他可不想被升龙潭那激射出来的玄光莫名其妙的击杀，所以他索性盘膝坐在了地上，还取出了一粒元灵丹服下，依靠此地强大的龙威压迫，双管齐下转化体内的元力。不但是他，所有武者都没有动弹，等待着那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诞生。而其中大多数武者都跟杨开一样，直接盘膝坐了下来，显然是不想浪费这大好的机会。至于剩下的一些人，倒是急切的想要离开这里，去往别处寻觅宝物，可又没胆子离开。 眼神左右飘忽，闪烁不定的观望。见此情形，秦玉微微一笑，直接转过身，朝后走出了几步。小姐，他身边的几个护卫大惊失色，连忙高呼，霎时间后背就被冷汗打湿了。可让他们安心的是，秦玉并没有遭遇到来自升龙潭的攻击。看样子，他之前说的是真的。潭上宝物一旦消失的话，禁制之力也不会再起作用。一见秦玉以身作则，众多武者纷纷安下心来，各施手段从原地离开。很快，升龙潭附近只剩下了几十个武者。 杨开便在其中，他已经散去了金圣龙本源之力，以肉身承受那恐怖至极的龙威压迫。在元凝丹的药效催化下，只感觉自己体内的力量转化速度飞快。略微计算一下，在这里修炼半个时辰的话，足以抵得上自己在外面苦修十日左右。正如秦玉所说，半个时辰后，伴随着大地的嗡鸣和颤抖，那地面上的升龙坛竟在一股莫名其妙的力量作用下，徐徐朝地下沉入。前后不过半盏茶的功夫，整个升龙坛就不见了踪影，连带着那龙威压迫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杨开这才叹息一声，长身而起。他转头看了看那留下来的几十个舞者，也一并都站了起来。有独自一人的，有三五成群的，不过都相安无事，并没有发生什么争执。很快，这几十人便朝不同的方向飞驰出去。杨开也随意的找个方向，继续寻找那通往第二层的五色光柱。飞不多时，他忽然眉头一皱，蓦然间加快了一些速度。一个时辰后，他脸色难看起来，陡然间停住了步伐，转过身朝背后望去，身后空无一人。但是等候片刻。 便有一道玄光从那远方迅速驰来，待到近处，杨开才看清那赫然是一艘与自己之前见过的相差不多的楼船模样的飞行密保那楼船之上，一个纤弱的身影站在甲板上，眺目远方。在看到杨开之后，便赶紧转身，似乎冲旁人吩咐了一些什么。不多时，那楼船便飞到了杨开面前，徐徐降落下来。秦小姐，杨开望着那从楼船上走下来的秦玉和几个虚王境护卫，面色阴沉道：“秦小姐，这是什么意思？一路尾随，莫非以为我察觉不到？”秦玉听了。 一脸歉意道：“阁下勿怪，妾身并非有意尾随，只是阁下的速度太快，我秦家的这艘楼船竟有些追不上，所以才一路跟在后面。”杨开皱了皱眉，面上神色缓和了些许，开口道：“秦小姐的意思是找我有事，算是吧？”秦玉闻言点了点头：“我与秦小姐素无瓜葛，不知道你找我是什么事。”杨开一脸疑惑，不过本能的却有些排斥这个体弱的女子，在她面前，杨开总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其实也没什么，只是妾身有一个问题想问问阁下，一个问题。 嗯，敢问阁下贵姓？就是这个问题。杨开愕然，当然不是。秦玉抿嘴一笑，忽然又轻咳了一声，等缓过气才开口道：“妾身要问的，并非是这个问题。”杨开点点头，道：“我姓杨，原来是杨兄。”秦玉了然，旋即嘴唇一动，一丝声音传入杨开的耳中：“敢问杨兄，在那升龙潭上真的没有宝物吗？”婉拒，敢问杨兄，在那升龙潭上真的没有宝物吗？秦玉的声音精准的传入杨开耳中：“秦小姐怎么会这么问？” 杨开一脸愕然地望着秦玉，显得极为意外。秦玉深深地打量着杨开，一双清澈无暇的美眸直视杨开的双眼，似乎是想要瞧进杨开的内心深处。杨开的神色淡然地与之对视，忽然又眉头一皱，低声道：“秦小姐的意思是，难道说升龙潭上那十几件宝物，竟并非全部是幻术？”哼，秦玉笑了笑，妾身也不敢肯定，只是随口问问罢了。当时也只有杨兄你和段兄、宗兄三人在升龙潭附近，那上面的十几件东西也都是你们检查的。杨开摇了摇头道。 反正我是没见到宝物，而且据我观察，那两位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原来如此，倒是妾身想多了。秦玉一脸歉意地点点头。秦小姐想问的就是这个。是的，耽误了杨兄时间，真是不好意思。无妨无妨，既然没别的事，那在下就告辞了。杨开一抱拳便要离开。杨兄等等！秦玉忽然喊住了他。又有什么事？杨开皱了皱眉，有些不悦了。要不然看对方是个弱女子，而且性情也算不错，他才懒得搭理对方。 毕竟他与秦玉之前也没有任何交集。杨兄息怒，妾身是想问杨兄，你接下来要去寻找进入第二层的入口吧？是又如何？杨开并没否认。那杨兄可知道入口在何方？杨开摇了摇头，他只知道入口处是一道接天连地的五色光柱，哪里晓得那五色光柱具体位置又在哪里？当时康思然可没跟他说过这个。不过既然是一道接天连地的五色光柱，想来应该不难寻找才对。只要距离不是太远，应该都能有所发现。但见秦玉一脸神秘的样子。 杨开忽然意识到事情可能不是自己想象的这么简单，不禁神色一动，道：“秦小姐知道入口在哪？我也不知道具体位置。”秦玉一脸歉然地摇了摇头。杨开顿时无语。秦玉又笑嘻嘻地道：“虽然妾身不知道具体位置，但却知晓个大概。”这么说着，他忽然低低地吟道：“群山之间，缥缈云巅，山涧清泉，光柱显现。”群山之间，缥缈云巅，山涧清泉，光柱显现。杨开眉头紧皱的重复了一句：“正是。”秦玉点点头。 那入口处的五色光柱虽然接天连地，但如果不找对地方的话，是不可能发现的。即便擦肩而过，也可能错失良机。这也是你从典籍上看来的？杨开一脸惊讶地望着他。秦玉点点头。秦小姐果然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杨开佩服至极。秦玉苍白的脸色略微浮现出一丝红晕，霎时间显得有活气多了，摇了摇头道：“杨兄谬赞了，妾身只是喜欢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已，登不了大雅之堂。其实妾身现在也是要去寻找那进入第二层的入口。” 如果杨兄不介意的话，与我同行如何？他竟冲杨开发出了邀请。杨开闻言，抬头瞧了瞧他身后的楼船密宝，一脸异动的表情。有这楼船的话，可以节省大量的精力，自己甚至可以在楼船上休息，维持精神的充沛，倒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但是，我一个人独来独往惯了，所以秦小姐的好意，在下心领了。杨开斟酌了一下，还是婉拒了秦玉的提议。秦玉顿时有一丝失望的神色，倒也没去强求，而是颔首道：“既如此，那妾身就不打扰杨兄了，祝杨兄好运。” 你也是，告辞。杨开一抱拳，转身离去。不识抬举。等到他的身影消失之后，秦玉身边的一个护卫才盯着杨开消失的方向冷哼一声，一脸不满的神色，显然是在为秦玉而感到不值。秦玉微微一笑，道：“只是他行事小心谨慎而已，怎么与不识抬举扯上关系了？我倒是觉得他这样选择才是正常的。”那是小姐，你心善仁慈。护卫一脸不忿之色。对了，小姐，你先前为何那般问他？升龙坛上的宝物难道不都是假的吗？或许吧，但是。 跟我从典籍上看到的有些出入，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见杨丹。